大家好，我是张思瑶。今天呢，我们又起晚了，早餐都吃光了，对我的爷爷奶奶们，但是呢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到我们的小市场吃早点，顺便呢再给我的大奶奶买点这个降血压的这个药，走吧。小心撞到大熊猫。进入刺枪人员请佩戴口罩。哇，超好吃啊。好吃吗？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，我爷爷奶奶就在这个市场全都上班。哎，我去看一看他们啊。好的。他们吃饭了没有？好。大奶奶喜欢吃这个，我们待会给她买几个带回去。好。喜欢吃这个圈圈。对。我也喜欢。那你也给我带两个呗。好的。谢谢。因为那个圈圈太好吃，我就给妈妈一个，我一个吧。又拿了两个。啊，对呀，妈妈给你一个。是我的。这个盘盘里的是我的。我的天。能添那么多吗？来，我请问那个。是我吧，你的人消失肉味了。那我来尝一下怎么样？哎呀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我们就把这个给大奶奶带回去，顺便再买两个别人给大奶奶。你是在卖鱼吗？不是，我在看。然后我们去给大奶奶买补血压的药，这俩都是补血压的。哇，和那个胸国旗的那个歌。对。给坤俊去，给坤俊去。重吗？
好了，我们要下，爷爷已经叫我们下楼吃饭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我有多少记得给我多多点赞，多多关注，点我的心，明天见，拜拜。